太古达人，你最会的，咚咚咚咚咚 ，no！要换我，该换人了。Ray，Uncle Ray， 只要换人，大家都很开心啊。终于可以玩了，是吗？哦 ，Uncle Ray， 终于换人了。大家都期待下一个标准。对，这游戏可以结束了吗？哎，有穿鞋子哎，你后面有人哎、欸。为什么穿鞋子？本来就穿鞋子啊。哦，哎，这种白烂哎。哎 ，To camp for， 还怎样？自己杀自己？继续 ？What？ Do it！ Do it！ 哎，不是吧？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我不知道啊。What？ 不知道。你到，其实你弄对人。小雨，你把我杀了没关系，我没有心，我很小。我不觉得、啊。那我照着感觉走啊，因为我在里面是个婊子啊，所以淘汰赛出来，大头已经死了。看来应该是对的。可是我们关系很差、欸。这是几个他、啊？这个是谁？周彦龙。吗、啊？不是。好像就是他，可是头怪怪的。哦，另外一边头。眼前的黑不是黑。到底是谁啊？衣服也不对啊。他不是船长吗？不是啊，不是，一样是艾利克斯。看起来像船长，但是穿着奇怪的衣服。耶！哎，弄完不到五分钟哎，小雨，那我很快的。然后等下来，我一进去，然后直接就死掉，然后就换掉。摇杆还握不热哎、欸，哇，超快！到底去哪里？好，我们从这边开始接这个游戏了。起开有点强。They're chasing us around the ship。我不要开始了。来 ，QD 哦，好 ，QD 预备。哎，真的出来了。水手女孩。我操！太可怕了，这么凶哦。麦当劳欢乐颂，可是看起来蛮可爱的啊。他有翘脚哎，脚吞，他脚翘起来可以。我打一百分。哎，整个游戏唯一的真男人，不像巴拉只会死掉了。嘿，我是死了再生，死了又再生。哎、来浴室浴室。啊啊！狙击。Okay， 这是一次全部死的意思哦！不要玩了啊！这游戏就到这边差不多了。我们已经看到结局了，绝望，绝望，绝望！直接放弃吧。飞亮亮，那底数哦。有点暗哦。连点，请连点，连打！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快点 ！Oh my god！ 哦，不错哎、欸，我觉得你哦，就只有你有养眼画面，可是你后面来了，他要变丑了，来，哦，是你，都不见了，哇、哦，好可怕！来，你看，血变丑，切。Nice！ 哇，他有攻！哎、哦、哈哈，一万磁王是不是？我小被追上，我都秀掉了。圈圈，哇，你很厉害！迅疾不及人，迅雷不及人。哎，这边是草啊！老奶奶，不要草！Naked Grandma， 各位。
有这身手可能会打输他、啊，不会要给我自己控了吧？看起来是这样。你要躲起来还是跑走？躲起来，嗯、特质更新。我觉得我好命，特质更新成懦弱。我至少要搞清楚他到底是什么东西。哇、哦，来了泰古达人，你最会的，咚咚咚咚咚 ，no！变僵尸游戏，我就迟早都被他找到了。我是不是输了？没那么快吧 ？Get over， Princess， 是没救了。有救啊！我觉得你们很奇怪，就我。我死啊！死了！啊！我死啊！没救了！没救了！这看起来没有救的机会，这没有救的机会啊！有吧？有的吧？哎、欸！欸欸欸欸、我竟然输了！芒果掰！按来击败。哎，你都按得很好哎、欸！没有，没有，他输掉。你就是太古的，输在太古达人。等一下买一遍，我的话我要血池，我要血池一下，我平板一下。你再换你死了。我觉得我应该是有可能，他是让这两最鸡巴两个先死。通常我都不做事，不晓得你为什么做事。哎呦，好强哦！特质已更新，快速。Alex 力量很大。我们超甲板，啪！我操！太强，终于超强的啦！干嘛、啊？所以谁会遇到小男孩？就发现那个才真的。哎、欸，我们遇到了！哦，这个是真的颜色哦。我得救了。哎、欸，我又回来了，只有我死掉。我觉得我是蛀死哎、欸！我觉得一定不会。我真的觉得我是蛀死、欸。我们有拿到那个吗？啊、说那个分电盘没有啊？会不会其实你要结局啊？应该是要结局，我都死了。We're wasting time. Whatever we do, we have to do it now. Time to get off the ship.We're not going anywhere without the distributor cap. The Duke needs it to run. Hold on. The ship's gotta have a radio. Radio Gaga. Find it and use it. That's great, but do you think it still works? Just need to find a way up there. Take a look. 对，直接强制进攻啊！应该先看纸，应该先看纸。This thing actually still works. Military bandwidth.Let's ask them for help. We're on this like old freighter. We think the name of it is the Iran Medan. Hello, hello. Is anyone out there? Hello. Please, 我觉得他两个水弹都没什么屁用啊。啊，没电了。No, no power. 你当八没有作用啊 ？Hey, come here. Look, this has got to lead somewhere. Maybe we can find a way to get the power back. We need to get that radio working.I think someone should wait here in case a message comes through. I can do this. I should be the one to go. I'm coming too. I can take care of myself. Okay, Julia. It's you and I. Shall we 直接结束啊？我把 Shall we 害死了吧？直接死掉两个，两个不见了。没有，应该没那么容易死啊。嘿，哥哥玩完哥哥换弟弟。哎、欸，没事啊，我没事、欸哦，好惨，天哪！他一开始受伤害，大脑痛。Any broken bones?
Everything still work? Guessing these are the lower levels. 他很装好坏啊！我速战速决。傻。哎。机密报告。科学家叉叉。翻过去吧。哦。这是一个代号，有满洲黄金。看吧，满洲黄金是 OK， 好了解了。所以满洲黄金其实不是黄金，它是一个美国的化学兵器，二战时期研发出来的化学兵器，然后会让人产生幻觉。哦，对，已经全部了解啦。OK， 不关，都是骗人的啊！你没有看到，自己我会把你坦克死。给我死在这里。Get away from here. Je sais ce que tu essaies de faire. Tu veux me tuer? Hein? Mais c'est moi qui vais te tuer. Dis-moi seulement où est ce putain d'or. Maintenant, c'est les boys qui viennent chercher.哎，他怎么那么多武器的感觉？What's the problem with sharing all that gold, eh? There must be plenty of that to go around, more than enough. And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right? 好，怎么办？我不要死啊！哎，继续太不拉了。哇、哦，真的哎，这太不赖了。biang biang， 砰砰！哎，我已经很快按了、欸。啊哈！这第一啊！笨手笨脚。我觉得是。没有那个这个有延迟，真的是有点难玩。接电是有延迟。要跑啊！还要等什么？走啊！他怎么可能进得来？谁 ？OK，OK，One， 那个吧。Go on changing on me now。另一个，那个自杀的那个。Turn around。哦。Slow， real slow。OK。Put the gun down now。不要不要不要轻举妄动，不要伤害我自己。丢选好、哦，选好、哦，不然小雨就不用玩了。对，搞那个左右小雨吗？对啊，不是，没有天赋，然后小雨就干不了。Come on, man, there is no mist. 真的假的啦？小雨。这游戏是要互相陷害的吗？小雨已经，我的，真的没有讲中。哎，我不是故意的。至少让我的生死可以自己控制啊！小雨已经没玩到什么东西。没关系啊，这样也好了，好不好？所以后面的后面的一个小雨，哎呀，有你啊！他把车子丢下了。走、哦。吸太多了哦。哦，吸太多会那样的。十二。嗯。所以我现在还是会产生幻觉。超大只的老鼠哦。What the fuck？ 哦，好吃吗 ？Fuck！ 看这老鼠，感觉会来追我们嘞。哎呦，拿到哎！这老鼠也太快了吧！我觉得老鼠会追我们呢、欸。不是长大，就是不要碰了。哎，我干嘛？他用超能力是不是？还是原力？干嘛把他甩开？啊，好，那圈圈。啊！你干嘛？哇！
太急，我想回去。把他一个，把他直接把大四死。就跟你们说不要去潜水嘛。你都死定了。这一幕看到没有？你被干了、哦。Hey, it's okay. 不管怎样都没事情。My God, Fliss. Oh, 这边很明显是其他地方接过来。Distributor camp, it's out of the picture. Guess it's time for a new plan.欸、哇，罪孽深重的感觉、喔、是啊，换弟弟了。你害死小宇宙，害死大家。这部片可以不要上吗？为什么我都要单演这种角色？结局啊？结局吗？早上啊？刚才有呼叫救援，所以有可能。弟弟已经死在这边。弟弟怎么了？弟弟把别人害死啊！哇，然后哥哥把大哥害死了。那我要讲什么？哦，救人来了。哦，所以还是得救了，嗯、因为无线电的关系，然后有没蓝号的那个，哇，还是得救。嘿嘿，看不到吧？这什么反应？有啊，这是呼救啊！我突然很庆幸，我把那个帽子拿起来看。为什么？哦，因为这样才知道是棉兰号，对，才知道棉兰号。哦，你应该很庆幸，这样最后都没有玩到我。使用最后那个人不是？不会吧？你如果应该听我的话，选那个贝利亚的话。我本来要选，可是我都不晓得是哪一个。他一直到那边去，就选了两个地方。对，好像不太行哦。哎，好像不对，怎么了？啊？因为这不机密啊。干！熊熊就是熊熊把他害死了。对，是熊熊。没有啦，求救也是你求救的。对啊，求救是你求救的。没有，是你们两个把他害死的。我把自己害死你，整件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可以用多少香肠塞住你们的嘴？不要跟你散讲，真是不错。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此系列的影片终于告一段落啦。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就订阅一下吧，分享一下吧，按赞一下吧。我们是 Mr. Cowbell， 我们下次见，拜拜。